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个视频呢记录了第一次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出的经历。现在是演出前的试音响，随着镜头的转动，我们看到了卡内基的场馆内可以容坐3000人的座位，并且有5层。现在和交响乐团进行合乐环节，整个场的音响效果非常的好，大家可以在我们拉开低弓的时候听到，马上拉响低弓。这时大家可能会好奇，台上的3位谁是 UP 主呢？大家不妨可以猜一猜，是这位穿条纹衣服的吗？很明显不是的。是这位指挥的老师吗？其实大家可能想不到，穿白色衣服拉琴的呢，正是 UP 主本人。为了让大家对 UP 主本人有更深入的了解，这边闪过几张漂亮的照片，穿着红色的汉服，拿着二胡啊，这边看着二胡非常的漂亮，我说的是汉服。马上就要上场了，现在是带麦的环节。这里是后台，后台有很多在卡内基进行过演出的音乐家的照片和海报，并且这里贴了一张观众席，可以让我们看着观众席进行练习。现在是正式演出，视频是用手机拍的，可能会有一些不清晰，这并不是完整的视频。如果大家想看到完整视频的话，记得点点关注，我会在拿到视频的第一时间上传到 B 站。大家如果想看漂亮汉服照片的话呢，我在旁边附上了高清汉服照片供大家欣赏。当然照片不可能只有一张，还有第二张照片，这边并没有第一时间拿到视频，真的非常抱歉，所以一定要关注我，我会在第一时间上传完整好听的二胡太极琴匣送给大家。这是在后台的监视器里拍到的画面。完整录像的话呢，也会第一时间发到 B 站，所以大家如果想看的话，给点一点关注，并且一键3连，谢谢大家。